大家好，我们是九一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我们新专辑《周法如》里面的《我是冠军》。这首歌呢，其实在诉说，不管你是在出生什么地方，或是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，做什么工作，你都有机会可以成为冠军。不管有没有这个名次，只要你坚持努力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你都可以成为你自己心目中的冠军。应该这样讲。介绍你们这首歌《我是冠军》。总勇敢面对，比赛要看的是结果，过程中我不气馁，我不怕任何挫折，咬紧牙关就过了，我知道我最独特，勇敢往前冲就对了，你不需感到害怕，总会有好的办法，成功的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啊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九一，想要听我们的最新专辑《周法如》，就在银河网络电台，给你最酷最好的音乐。